月。你们说，白天什么最亮啊？白天太阳最亮。啊，晚上呢？晚上电灯最亮。我是问天上。月亮最亮。对了，它白天太阳最亮，晚上月亮最亮。把日月这两个最亮的天体合在一起，就是明亮的明字。天明了，明天光明都是这个字，读明，摸营，明。明。这个名字是用日月两个象形字合起来，表示明亮的意思，所以叫做形意字。啊，听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了。把两个以上的象形字字形合并起来，表示另一个字的意思，叫做形意字。对，你呢？我早晚会弄明白的。我相信啊。好，随我来。啊，这里好美呀。哥哥，你看。过来，孩子们，过来过来过来。你们看，这是什么呀？草，小草。哎，小草的下端呢？是草根。你们看，这是草的种子，种子和草根埋在地下是黑暗的，长出嫩芽叫做萌芽，草芽顶出地面，可就见到了日月，也就是见到了光明，所以这个字最初读作明。为了与明亮的明区别开来，就变音为萌。我们常说的萌芽、萌生、萌发，就是这个萌字。这个萌字的上半部叫做草字头，表示与草类植物有关。下边的名字表示读音，萌，摸萌，萌，萌。这种一部分表示字的含义，另一部分表示读音的字叫做异音字。明白了，我也会明白的。你我三人今日结盟，从此便兄弟相称。请。古人把坛子、瓶子、碗、碟、盆子统称为器皿，这个象形字就是器皿的皿字。皿，摸银皿。皿。好，再看。来，先喝鸡血酒。这是一个血字，鲜血的血，上面一撇表示血滴，下边是器皿，因为它也是以象形来表示字义的，所以是形意字，读血，吸也血。血。这个字的第二个读音念血，吸月血，如何应用以后再讲。从此后同心同德，亲如手足。看，他们在对天盟誓，结为弟兄。日月代表天，合在一起是明，
兼有蒙氏者表明心意的意思。蒙，摩蒙蒙。蒙。这个字也和萌芽的萌字一样，上面的明表示读音，下面的敏表示的是写的省略，和器皿有关，是一音字，也念蒙。蒙氏、结蒙、同蒙都是这个蒙字。